啊哈喽大嘴哥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这个新忍者，叫做这个叫新川限定的薄荷水门，我们看一下怎么玩吧。平 A 这个网友的账号叫社名啊，哎我操，这什么鬼。哎这二技能和那个二技能一样，螺旋网大招，还有大招很炫嘛，还有一个胡子哈。哎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，今天除夕啊，有很多人放鞭炮啊。哎别打，我看一下换二技能。哎这个二技能怎么用的，好复杂。不要 CD 看一下。哎他怎么还往回跳的，哎再拉过来啊，他这还有个飞镖。哎呦好复杂，哎不管他了，直接去打实战一下，实战出经验啊。把他一家子都拿出来吧，对吧，对，新春只是个 A 人、这个是新春名人吗，不是啊，我们要把新春的一套啊，他有没有新春名人，好像没有新春名人哈、那就不要了啊，那我们还是拿一个就先名吧，是吧，凑一家子啊，凑一家子。今天主要是玩薄荷水门，两个星辰限定啊，有钱。哎，妈妈呀！哎，这个好飞呀、哎我操，什么鬼玩意儿？哎呦！你老是有这个，嘿嘿。大招看一下能不能秒掉他。哎呀妈个蛋疼，完蛋了。哎，这螺旋丸的距离还是挺远的啊。等那个，哎，这技能好奇葩呀，搞不懂什么情况。哎，也赶紧把他血刃打下来，大招！我要看奥义终结画面。虽然是对手，但是你还不错哟。帅气倒挺帅气的啊，但是跟他还打实战，我感觉还有点。
哎呦妈个蛋疼！还要用他的老婆来打，你明吗？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个有点怪，有点怪。我戳他！哎呀，我操！哎，这个跑得很快啊！谁血多，我血多。靠，还要再打一回合。嗯，刚才不要过来给他打两下，估计就是我赢。哎呀，只能用仙明来爆头喽。最终戦，戦闘開始。我去吧。哎呦我操，打得没完了，没了啊。哎呦他还有这玩意儿。还有，啊！完蛋了！勝負あり。好吧，这一把我们先打到这吧，要吃饭了啊，等一下再玩吧。这个等一下啊，这叫什么不喝水吗？还是挺好用的啊。